太子爷，其实啊，你昨晚上浑身一抡，不就痛快了吗？老二啊，当哥哥的能这么做吗？那不是禽兽吗？再说了，你也看见了，爹当时不是在气头上吗？我要是真那么一抡，就是伤着你一根毫毛，哥哥这辈子。 还怎么做人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行了行了，反正以后你当太子就是了。爹不是老说吗？世子多病，汝当勉励之。这话，儿都听出茧子来了。这话你就别说了。爹如果真让我去就坟。 直奔云南，天高皇帝远，咱们哥俩这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。太子爷，你要真认我这个亲弟弟，等下进去之后，你帮我好好求求情，多少金豆子我都给你。 在下孙瑜，走上几代经营古玩行。像不像啊？我们几时可以走？今天交接一下，明天一早就走吧，不要耽搁。你们回去，自然有人找你们问话。哼！你干什么去？去问问。哎， 能够把锦衣卫教育的人救出来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你站住！你站住！爹，动手当官的憋屈，我们怎么做反贼的都这么憋屈啊？你听我说，如薇，你放开我，别管我！你别去，爹！啊，黄甫先生。黄甫先生。 老远就听着你在吵吵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？小孩子做错了事，跟自己生气呢？让他自己讲。刺杀锦衣卫的命令是谁发的？这是乱命，我不从。现在又要无故调我离开。 锦衣卫教育里那些兄弟不去救，天天算计自己人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乱命。刺杀事件一完，锦衣卫全城搜捕，这时候如果再杀一名锦衣卫，那岂非就是自投罗网？怕了？你去问问我们那些兄弟，谁怕死？我也不怕。我们就是怕死的不值。 黄副先生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把兄弟们救出来。就凭你？特派译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特使，率人护送他们一行。 有劳太子妃共同拟定接待事宜和礼节上的一些程序，我拟了个章程，请太子妃过目。姓什么呀？姓朴，送给老爷子做妃，还挺会巴结的哈。听说还每回给老二、老三送东西，太子爷每天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干活，也没见他们送什么。太子妃仁厚。 处处为皇上分忧。您看，这次嫔妃到了，让安贵妃出来接待可好？她是永乐七年送来的。
见闻，这个小王八蛋被皇子城七太那些坏人煽动，要削藩，把周王全家囚禁在应天，废了代王，软禁了齐王，杀了襄王，把兵调到顺天，派了几个小官看着我，看我是不是要造反。我在猪圈里吃了几年的猪屎，才把这个天下拿下来。今天当着天下群臣的面，你说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“世子多病，汝当勉励之”这句话？说呀，皇帝没说过。皇帝没听见。皇帝没说过，是我胡说八道。张嘴。爹，我，这个爹，我这坐下。不敢，坐下。太子之位已定，天下可安。今天，你们得做个证，今后再有说我们家父不慈、子不孝的话传出来，抓了拖出去斩了。太子万福金安。太子万福金安。行了，渴死我了。爷爷这手不坏吧？嗯。快点快点，把那屋那个老和尚叫来，我下棋。好嘞。啊，等会儿。啊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差点忘了。你要什么赏啊？哎，赏我点什么呢？你这诗写的不赖，啊，帮了爷爷大忙了。你说想要什么，爷爷无有不准的。这都是应该的，我，哎，快说快说快说，出了门我就不认了。爷爷，我听说现在朝廷里正在筹备我的婚事，这婚事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？你看上谁了？没看上谁，我就是不想娶那些什么世家贵族的女儿。您说说，聊也聊不到一块儿，玩也玩不出花呀。我就纳闷了，爷爷你们怎么熬得住啊？这猴崽子笑话爷爷。别行吧。等咱爷们儿把江山坐稳了，娶谁不是娶啊？别给我弄一个狐狸精回来啊！说好了，你做主，先过爷爷这关。遵旨。天底下的事情，一个人做不完的，快走吧。那聂兴他们呢？
聂心他们还有那些被关进去的人呢，就没有人去救了？一句气势未尽，他们就得送命啊，这算什么？哪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的鬼呀？啊，孩子，当年我们随着护国大将军出塞作战，和敌人骑兵对冲，那一仗下死伤无数，敌人撤退，我们追了半年，根本没时间埋尸体呀。等我们回来路上，百姓跟我们说，当地的乌鸦三月未散。是啊，弟兄们的尸体都成了白骨，他们谁问过这算什么？乱世之中，我们自己的生死都算不了什么，快走。不一样。聂星他们要是就这样送命，就是不值。你不值，不值，不值。走。你不走，他们就能救出来了？这是傻话，谁会信你？光念着儿女私情，办不成大事。赶快走！不念儿女私情，我到这儿来报什么仇吗？皇甫先生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？就凭你孤身一人，无名无分，要想从锦衣卫的诏狱里把人救出来，那应天府外的水都可以倒流了。来人呐，连人带箱都给我搬走！是是。撤！晕！黄大人，有何见教啊？送你的。那就谢了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爹说要带我去走亲戚。走亲戚哪用得着带这么多包袱啊？你们有钱人出门当然只用带点金银就够了，可我们出门啊，得带上两节的酒食，还有四季的衣裳。啊，是。那他们呢？他们，伙计啊。都是店里的伙计。嗯。你上回来没见过吗？你呢？我什么？非得去吗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反正在这里也没事儿。我倒是有一个好玩的去处，你愿意一起吗？老四，把你的马给他。姑娘，我这匹马跑得稳，步子大，最适合你骑。哎，闺女，闺女，嘿，闺女，孙先生，对不住了。啊，啊，大人慢走，大人慢走。闺女，你别走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爹，你自己去走亲戚吧。你跟叔叔说，长江水要倒流了。你给我回来。当年攻打济南，我们损兵折将，济南城的铁拳是条汉子，一直坚守城门不出。朝廷的军队把我们围在黄河边，一场混战啊！可他现在不认账了。
老头子说话不算话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生的什么气？着的什么急？上的什么火啊？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老爷子逼我到云南就坟，我要是真走了，天高皇帝远，朝廷内阁的三杨又是太子的人，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，太子临前继位，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么着急？老三，我要是做了皇上，我与你共享天下。今天我跟老大说起，唐太宗李世民使用我们之便，这事儿倒也启发了我。当年唐太宗也就是个秦王，他提着太子的头去见皇上，天下大变。老二，你，老三，你听我说，我在紫金山有两个你的兵，都是跟我血战的兄弟。御林军今夜未归你统管，咱们来个内外呼应，搅他个天翻地覆。这天下老爷子抢的，我们也抢的。这些都是八弹以上的大弓，你拉不开的，看也没用。你拉得开了？我说了你别不信，我15岁就能开着八弹的弓。我以前随我爷爷出征塞外，阿鲁台骑兵异常凶猛，他们射的都是连珠箭，转眼之间就冲到你10丈之内，一个箭袋就射空了。我呢就跟他们对射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这么英勇，射来看看。好啊，今天我送你一个花红，10箭中靶心，箭馆送酒喝。好，把我的酒备好。是。来，你也试试。好啊。
我帮你挑张弓。你就用这两弹的吧。剑要搭到弦上。腰使上劲儿，手要放松，使蛮力会把弓拉坏的。哎呀，我只是射着玩儿，又没打算考锦衣卫。想考锦衣卫也不收女人。你今天要是能中一次吧，我请你喝酒。请我喝酒干嘛？别看我，看马。站！是中了吗？那儿呢？还不快谢谢小姐不杀之恩！这两侧的耳房住的是值守的锦衣卫，有重大侵犯过来的时候，就由他们押解入狱。这里是刑拘室，问话上刑都在这儿。跟紧点儿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都离我远点儿，我们就是随便看看。Left, right, left。王大人，王大人。Left, right, left, right, left, right。Stop。头一次见洋人吧？这想只猫哎？猫？我不想猫，想一只老虎。对不起。会说我们的话。行了，戈登，过两天找你喝酒。你可别小看了戈登，他现在是拿着四品将军的俸禄，在为大明效力。吓死我！ Left, right, 这些都是派西人，他们在海上做生意。有一次，他们在澳门岛晒货的时候，让爷爷看见了。我爷爷发现他们很会使用火器，这火器可比弩箭厉害多了，于是花重金把他们请来，教大明的将士打火铳。等到大明有了自己的火铳队，就不用再担心敌军骑兵的袭扰了。听说过天牢吗？没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字第一号牢房。不管你是江洋大盗还是铁骨头的谋逆反贼，只要被关进这里，不打不骂不出三天，便会把什么事儿都招了。里面有神仙妖怪啊？那倒没有，不过这里面很臭。你还要进去吗？你是主，我是客，我听你的。开门！上来呀！上来干嘛？报警啊？天字第一号牢房必然自有玄机呀、啊，拉上来。
敢不敢随我一同下去？有什么不敢？说你敢吗？哪知道你的这么深。出来吧。去。要不要我扶你啊？来。害死我了。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这天字号牢房里关押过的都是些埋进黄土都不会死的人。我到了这儿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再加上这哭喊的惊扰，就算是铁打的也能把你给融了。好了，我不舒服，走吧。干什么？那个钥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手里为什么会有锦衣卫赵玉的钥匙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是我捡的。百姓们见了锦衣卫没有不怕的，你反倒往上贴。酒楼刺杀我的人到底是谁？那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？你来京城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姓黄的，我是你的侵犯吗？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晕头，不会见了美色就什么都给忘了。告诉我，你和刺杀皇上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，否则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蛆虫一样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来京城是投亲的。我给你几天时间，你在这好好想想，到时候给我答案。姓黄的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。Yeah.
知道你今天错在哪儿了吗？知道，不该往酒里吐唾沫，我不甘心。你今天的这口唾沫是吐到我脸上了。我明白了，我这辈子只求您给我一个名分。还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？哼，我啊。从地里长出来的，让您给捡着了。侄子，我乖乖的小侄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四叔找你算账来了。像你这么不会当皇上，你四叔看着都过意不去了。
还活着？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。噩梦，又是噩梦啊！你能不能在我床边念啊？我听你的声音，心里舒服点儿。当然可以。皇上就是请一千人念，一万人念也是寻常。可有一样，你两眼一闭，还能听得到吗？就算是权势熏天，难道睡着了不做梦，死了不见鬼吗？我没工夫听你老和尚参禅悟道的。我梦见我娘了。被铁锁锁着，见我这个小王八蛋就在我爹的脚下看我笑话，我这脑袋啊要不是醒了，哎呀早被我爹砍下来了，真可怜啊。你说这见闻是不是真死了？要不怎么梦见跟我爹在一起？我听人说他没有死，他在水边，大水，大水，多的水啊，黄河边、淮河边，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个老和尚，你早知道他在哪儿，就是不告诉我啊。